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台视外景实境竞赛节目综艺三国志本周将推出加减新挑战赛，录影才进行第一关，所有人便通通被减薪 2%， 让大伙一口同声直喊不录了。但赵正平仍然秉持住正能量，认为节目调降游戏难度，不仅加薪又加码奖金，规则合理，向制作单位表示支持并暖心喊话，我还是喜欢录这个节目综艺三国志。话才说完，立即遭所有人挞伐。不过制作人立刻送上一张加薪卡给赵正平，让他乐得手舞足蹈，也为此和所有主持人划清界限。为了弥补赵正平遭众人排挤，节目也陆续加赠加薪卡，让赵正平更乐得脱口说出我要为了制作人离婚。所有人大吃一惊，直骂你是人吗？这种话也讲得出来，为了一点钱连婚姻都不要了。他这才有点不好意思笑说，我没有想到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，刚刚那样是失控了。节目于今晚8点台视播出，赵正平又王少伟左路综艺三国志，台视提供王少伟赵正平等人录综艺三国志，台视提供。